Hey, this is 炫耀主持人 Clicky， 欢迎来到 Studio。怎么念 Tiny Thief， 差点讲错。在上集 episode 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小妹子，噔噔，这应该是国王先生跟皇后，对，这是小妹子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皇子哎，不过后面好像有小马尾，对不对？上集 episode 没有注意到，这集 episode 我们要帮小妹子，这次要找香水是不是？还记得在上集 episode 的时候，我们帮她找了花朵，之后还有愤怒的来串场。这集 episode 我们要帮她，帮小妹子找，这应该是香水咯。我们遇到了小妹子，哦，一见钟情，小妹子在树上也有花纹呢。所以皇后找不到香水之后，哈？哦，皇后不喜欢香水，所以皇后把香水。哦，小妹子妈妈好好吝啬，哦，不是，她是喜欢香水，所以把小妹子的香水偷走了。哼哼，皇家香水好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。这是什么？哈？我觉得是超难的，天生不会玩这个。好，哦，哎，啊，所以这是要下去一格是吗？不过我们要先把它给弄下。啊，这有点难呢。哼，哇，我最不会玩这个了。我从小对这种东西有障碍。对啊，我又变回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它排排站，把它给变过来。让我思考一下哦。哼，非常的不妙。啊。我拼不出小梅子的样子，嗯，让我随便点点看，不行啦，完全不适合玩这种东西。这个是要在这里的，可是他又要在这里，啊，随便乱按，看看可不可以跑出点什么东西。我对这种东西实在非常不擅长，不理他了。嗯，皇后小姐在做什么？没有在做什么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拉的吗？青蛙，欸。只是青蛙王子吗？不会吧，我不会要亲他吧？啊啊啊！啾啾啾啾，我要躲去哪里？哎呀！哎呦，差点被发现！嗯，哎呦，有爱心哎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出来，不然会被皇后小姐发现。哼，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，不过这个罗密欧跑到王城里面来啦。这样不太行吧？直接把朱丽叶给偷走是吗？嗨小，我们可以进去这个地方吗？啊，不行哦。哦，我们拉那个东西的时候会有小姐来，就是应该算是女仆来送东西。嗨小，送蛋糕。一手，皇后都会转过来，这样子我没有办法。我可以出来吗？应该会被发现。可是现在门是打开的，我出来的话一定会被发现，因为皇后是看这里。对啊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直接出来呢。哼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把皇后支开，这样子。哼，该如何把皇后支开呢？我们把皇后给砸晕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至少是小明子的母亲呢。哼，我们该如何把皇后支开啊？嗨小，可以偷蛋糕吗？啊，可以偷蛋糕哎，欸！哦，这是其中一项是吗？好，我们再拉一个试试看。皇后大人都不会发现我在旁边按那个铃铛吗？嗨小，哼，对，皇后大人都会转身过来。哇。这样子我要躲到哪里去啊？如果躲到上面的话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他要把什么东西放下来？他要线上是吗？啊，球球，哦，啊，我还以为他在看表演呢。我也是女仆。啊，不行，而且他笑得好可爱。他是应该是就是第一章节还是第二章节？应该是第二章节，在阿正公爵那个地方，那个时候的。我可以点他吗？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，东西都不会掉下来吗？就这样子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哼，好的，我该想新的方法，怎么支开皇后了？哎小，我们尝试着再把这个东西拿回来。嘿小。冰冰冰，
一想，我等一下想要拿到这个啊，这叫什么？应该是柠檬汁吧之类的东西。看那个颜色，应该是柠檬汁。嗯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点的吗？展开水龙头不行，蜡烛不行。这扇房间应该是，这扇房间应该是就是我们从里面溜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我们至少有偷到蛋糕了，太小。然后我们把这柠檬汁应该可以拿吧。太小，皇后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呢。小，有东西可以用吗？像是在这里面加点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了，而且还不能上去。哎，是不是要做什么啊？这游戏变得好难哦。让我思考一下。这有东西可以啊？走太近了啦！我在打扫他的脸吗？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吗？没有哎，也不能爬上去了。果然这个东西还是要解开的吗？可是这东西比较像是那个叫什么？好，不管了，再试一次。哦，女仆来收东西吗？所以如果是同样的，哼。有办法能不被发现吗？那我们先来玩这个好了，反正现在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好难哦。啊？什么？女仆刚做了什么东西？啊？她什么都没有做。咦？哎小，又把蛋糕端来了。哎小，哎小。太小太小，这个是要移到这里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噔噔，我该怎么上去啊？我这样上不去了啦！啊，我有办法能够爬上去吗？哦，我懂了我懂了。如果他们在走的时候我跟在后面的话，好像有办法哎。试一次试一次。我可以爬上去吗？爬不上去。我大概懂意思了。啊，他的那个就不见了。因为在我这里吗？他是不会拿新的来哦。哦，我发现门关起来会有点小小的时间。如果我们跟在后面的话，也许能够一直跟着，就是跟着屁股偷偷走过去。不过我想拿到那个本书，那本书就在上面，没有下来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就现在，哎呀，啊！被发现了，果然不行吗？哼，跟在后面什么的，感觉不是一个对的 idea 呢。哇，我们来看一下提示好了，留下来，钻进来，把它偷走，爬上去。啊，哦，我大概懂了。这太难想到了吧？所以要找到那个小丑才能够去进行下一步的动作。哇，呵呵，太难了吧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偷偷这样潜入进去吗？真的没有办法呢？好吧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来找小丑来。嗨小 ，bring bring， 哎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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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本是要让小丑吐槽，然后之后。他把球砸到我皇后的身上吗？不能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撒到皇后的头上吗？这样子也蛮有趣的、啊。叭叭，吼、哦，啦！皇后眼睛瞪好大哦。皇后表示你在做什么？可以把这些小小球捡起来吗？不行哎、欸，那我们再拉一次。冰冰。哦，我懂了，好可怜哦，他变成理性了，一个，哇，啊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所以他会看不到，我们就可以躲到前面的箱子里面之后，不是箱子，是躲到前面的花盆里面之后，
还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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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到这个，反正他看不到我嘛。一宿，然后等皇后转过来的时候，好可怜哦，我做了什么？太小，啊，最好是啦。你这种看不到东西还能够，哈，好，那我跟在他后面好了，跟在他后面总不会有事了吧？啊，还是一样，啊，所以就是，果然是李欣，是没有想别的方法让他，应该是要让他跌倒，对不对？但是地上这个东西又不能捡哦，我们可以叫其他的人来，因为其他人会送东西过来，对不对？ Bring bring， 哦，有人要跌倒了呢，跳进去，哎小，等一下他把蛋糕砸到小妹子的母亲的脸上是吗 ？Oops， 喂，还真的是砸到脸上，他刚讲什么 ？Fuck you！刚是不是需要消音呢？哦，好像很生气呢。他怎么没看到我？他在干嘛？我把钱包丢走了。这家伙在干嘛？他不会不理我吧？哎，没有理我哎。他很想那个，哎小，等等，问题是我该怎么回去？而且我还没有找到小阿钱呢，他玩的不亦乐乎呢，往楼上找找看。嗨小，这边有浴室，所以皇家的浴室看起来也没什么嘛。哼，把这东西偷走，等等。还少一个哦，这个就是这本书。身份只要找到小阿千这关就破了吗？不过小阿千在哪里啊？哼，该怎么让他水变满呢？就这样子而已吗？纯粹只是把它展开吗？总感觉小阿千就躲在这里面呢。哼，他玩得好开心哦。我们该怎么回到那个地方？哦，果然。哇，湿湿的呢，嗨小，我们该怎么爬上去？他完全无视我了，哎，可以爬上去了，嗨小嗨小嗨小，哦，水是不是要关起来？噔噔，能什么书啊？就是追小梅子的，就是哦，不会是他的日记吧？这样很没水准呢，看女生的日记。噔噔，哇，三颗星哎 ！bling bling bling。不过中途那一关有点难，脑筋有点转不过来。OK， 这一集 episode 短短的只有一小关，不过现在每一关的时间都拉得非常的长的呢。希望你还 enjoy 这一集 episode。如果你喜欢片的话，记得在左下角；喜欢在左下角订阅实时论片频道，实时跟正片同台。我们下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